咁由第九啦，中文第九就系主耶稣满有权柄同埋能力，佢有权柄叫人得人如得鱼啦，佢讲说话好似有权柄嘅人啦，佢有平静风同埋浪啦，风浪啦。第四个赦罪嘅权柄啦，第五佢能够佢可以俾门徒有权柄赶鬼医病，第六佢咧。教会建造在呢个磐石上咧，阴间嘅权柄唔能够胜过佢，可以胜过阴间嘅权柄嘅。第七，天上地下权柄都赐俾佢啦，咁所以佢叫我哋传福音，所有权柄都有晒嘅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，神以圣灵同埋能力高拿撒勒耶稣，叫佢能够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嘅人。咁呢个就系佢有圣灵同埋佢嘅能力。